刚开牌，然后第一关就第一关刚过就十一颗，然后跑了一个这个看不懂是什么，打看看，看今天可以过几关。哦，红色的，上面还有炸弹，像是。哦，一颗珠子，看，最后一转没干嘛，直接给我一颗哎，我现在十五颗了。送你的，对啊。现在第三关看会消耗几颗。上去。干，好像很强，现在落掉。还可以。五颗还可以。干，这感觉就会凹很多了。现在抽选第五关，十二颗宝石，三颗，第四颗，强音没有过，开。颗，然后他有送我两颗，所以现在还有八颗，来个右下角，没有，来还有八颗，继续加油。好，有机会再加钥匙，呛死！哇，没有。第六关抽选，上不去，四颗，花了四颗，下面有机会。有机会抽过关保送，看看能不能抽到，冲过去，没冲过去。好，第六关剩下四颗，好，五颗宝石，看看有没有机会突破到第七关。分之一的机会，三分，二分之一，开，哇，头前小小，后边零零，下庄之后，现在抽满五支钥匙，银色宝箱，看看会抽到什么东西哈。50%的机会突入，75%跟升格，看看30转里面有没有什么特别强的东西。现在什么都没有，跑到问号转，剩下问号的转数，看看能不能抽到，能不能抽到个樱桃。炸弹，
干，我要樱桃，不要铜钟。没抽到的样子。啊，出来了。没有用的银色宝箱，还以为很厉害。今天影片到这里结束吧，感谢收看。